2020年2月14日，武汉封城的第23天，如同等待火车驶出一条漫长的隧道，沿途忽明忽暗，不知出口何时出现。别灰心，再等一等吧。你看到了吗？雷神山，火神山，一夜出土，十日落成。四大医护天团削发上阵，会师武汉。大家齐鲁医院呐！嗨！16省，一省包一市，踏平万难，温暖驰援。当疫情战争打响，社会机器瞬间轰鸣启动。招之能来，来之能战。你听到了吗？五淮阴区雨连水，我们都是党员，我们都要向前冲。救人嘛，本来我们医护人员就是这样的舍命和执着。武汉牺牲，拥护原罪。用家乡话跟你们说，节节所为。有你们在的航班，一定是飞往春天的航班。这是他们逆流而上的呐喊，相信他们，相信自己，就是相信我们的未来。深呼吸一下吧，告诉我，现在的你在干嘛呢？嘿，你在干嘛呢？智能助手小度，千万家庭都在用的小度在家智能品。欢迎来到我的家。最先听到的是皮皮。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家。哎，大家一定很好奇，为什么经过了一个星期，海涛依然可以保持着英俊的面？这些话上星期说过了是吧？为什么呢？对，因为每天跟我妈在一起太开心了。先说一下，上个星期我们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我们出门了。我们去参加了元宵节的节目，是不是我的妈咪？是的，我们也为武汉加油了。对，正常说就行，不用使那么大劲。而且我们还拍了一个我们进台里面的视频。是。好，各位请看大屏幕。来一个夜景。涛妈，干啥去啊？参加湖南卫视2020元宵晚会。哎呀，为武汉加油！太厉害了，你这句话比主持人说的还利索呀！我都说不你这么明白。然后现在我们要进台里了，好，消毒第一步，是消毒，坐，消毒，干干净净，干干净净，好，好，接下来进台里面我们要测体温啊，在那边。请配合哟。好的，请配合。好，辛苦啦，辛苦啦，辛苦啦，辛苦了。哎，还有，没有，转不过来了。来喽，来喽，我们去彩排喽。哎，看完了，看完回来了之后呢，其实我们在家最重要的一点呢，当然是增强我们的免疫力，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健康。对。那怎么健康呢？对，大家抄着了。欢迎大家来到度嗨操的时间，各位。一转边就变了度嗨操了。那么上个星期呢，大家看我跳操呢都非常的跃跃欲试，更有甚者呢跟着电视一起陪着我一起做运动。
然后还有我看一个网友的留言说他家的猫都特别喜欢我。那今天呢，大家就看看海盗会教带给大家什么样的运动动作呢？哎，不好意思，黔驴技穷了，我没办法了啊！接下来我妈一直等不及了。就是，我是说的啊，海涛是什么？是我想来一个。哎呦，我想，让这个在家里待着的宝宝。宝贝儿们、哎，你们今天和海涛妈妈一起嗨起来好不好？我们这个年龄段啊，这个肩部和这个……妈，你化妆没？不用化妆，啊、不用化，就画了一个嘴唇儿。啊，嘴唇啊，好。这一次呢，我就跟我妈一起好好的感受一下，就是比如说长辈在家里面应该做些什么样的运动。对。我就是觉得呢，就是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这个妈妈们呢，还有爸爸们呢，都会有一些留下一些劳损，让大家解决肩膀的困扰，对，好不好？来啊，音乐走起啊！音乐走起，好，欢迎大家来到做嗨操的时间。我这跳起来了都，对，直接就把广场舞安排到里边。妈说哪个都可以这么使劲吗？对，必须做到位。好，看，怎么样？非常好，大家要跟着我们一起做好吗？对。大家现在不要坐在沙发上，不要躺在床上。对。现在，丢开你的手机，跟我们站到一起。和我们一起，看起来。看看，这个动作呢，就缓解疲劳。然后你看一看。经过这两个胳膊呀，你这样夹动作，你看，你看我的背后边，看这肩部是不是都运动起来了？这样的话呢，就可以缓解你这两个就是肩部不舒服。那就一定要这么使劲吗？是的。然后你站到这儿的时候，一定要挺胸收腹提臀。把这个气息一定要运作好，好，就收紧核心，收紧核心啊！对对对，我儿子说的对，叫收紧核心。我的专业术语我还是……下一个动作是什么？差不多了吧？下一个动作，好，看着啊，看着，缓一会儿，慢不着急缓。看，这个也属于是扩胸运动，对，然后肩膀。锻炼你的这个大侧胳膊。看皮皮也在认真的运动呢。皮皮一看我们运动，他都饿了。看看，他都饿了。最后一个什么？抓，举起，抓。抓是吧？对，互抓。最后一个抓。看，这就是把你的胳膊和肩膀是不是都运动起来了？运动起来了。对，缓解疲劳，什么富贵包啊？什么粗胳膊呀，一切都给他泡到脑后，泡，现在感觉把这些现在赘肉都往外扔，扔，把这些扔出去，扔不动了。好，谢谢。好嘞。妈，确定这么做肩膀不会更累吗？活动开就不累了。妈，你现在整个人脸都闪着光。那是说明我卖力气了。卖力气了啊！给大家做出一个榜样，在家好好运动，只要你出汗了，就到位了，就轻松多了。那我们歇息一会儿，马上进入冥想的环节，好吗？好。吸气。呀。呼气。妈妈，今天。我们想去感受哪里的气息？我想拥抱大海。哎呀，拥抱大海！因为在家里憋得太难受了，想去拥抱一下大海。行，那今天我们就拥抱大海。为什么拥抱大海呢？大家知道我们东北人啊，东北人最爱去哪儿呢？三亚。好。啊，是的。远处我们已经听到海浪的声音，海浪的声音，看中间有一个小海螺，
漫漫海螺，仿佛里面有歌声的陪伴。大海边哎，沙滩上哎。是把海螺给丢远一点。哎，看远处那边在跟我们挥手呢。哎，对，看没有人拍，你拍我们。哎，干啥呢？哪的？啊，哈尔滨的。啊，行，你们去吧，你们去吧。哎，好。过年好的哈。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哎，好，今天的冥想到这就结束了。让自己的身心有一次很好的放松。咱们在家。你可以感受到气息，各位，谢谢。是这样的，今天的运动非常过瘾，但是总觉得有一点意犹未尽，于是我想找一位教练给我再好好的辅导一下。这位教练大家也非常的熟悉，我给他打过去，大家就知道了。哎，这个手机横着是不是很奇怪啊？应该是竖着的，竖着的。哦、OK， 明白了。OK， 这样还挺好，还挺帅的。这样，干啥呢？我在看看验尸番呢，看那个《热血同行》，我的新剧。上来就给自己打气，不是应该简单的先寒暄两句吗？有什么好寒暄的？咱俩我扮演的是一个贝勒爷，贝勒爷背负着心中所有的使命，他明明知道很多事情是错的，但他还要去做的这样一个人。但是他又知道光明在哪，但他始终待在黑暗里，始终待在黑暗里。行，可以官宣结束了、就是、我们聊点别的了。可以可以，聊点别的，你在牙都干啥呢？我从种完牙到现在几乎就没出过门，已经快一个月了。一个月都没出门？你牙咋的了？就是没有牙了。之前这些牙呢？打架打掉了。这播不了，导致皮摔掉了啊。行，没事。然后我现在看你说那个你的玩具，快给我展示一下玩具。行，我给你看看玩具啊。 Kenny 过来走。嘿，他叫啥？ Can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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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ush。 走，这是我妈的房间。阿姨干啥呢？妈，海涛哥问你干嘛呢？海涛啊，哦，这个胖子。哈哈哈哈哈哈！什么呀？上电视了吗？你说话注意点行吗？阿姨，阿姨，你快看看我，我到底胖不胖？阿姨，我现在不想看玩具了，我想看阿姨。阿姨，阿姨。哎，海涛你好。阿姨，你看看我到底胖不胖？哎、帅哥，帅哥，帅哥。阿姨，你仔细看一看，你仔细看一看。瘦多了你。是不是？是不是阿姨？你把这事儿你给我传出去。我妈太假了，胖子，胖子，哦，就那胖子。哎妈，那个汤在这呢，黄子汤。啊。妈，老爸，老爸。你看看我妈，看看我妈。怎么了？看看我妈都职业宝贝儿，看看。阿姨好，阿姨好。呀，你好，你好，你好。啊、妈，黄子韬帅还是我帅？啊，黄子韬。那肯定涛哥帅。我儿子帅。哎、好，打平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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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我带你去看玩具啊。可以。到了。你看，就是这些。哎，我看了，我是看了你朋友圈发的，是吧？对对对。这都是我一个一个攒起来的。你这货很硬啊。阿童木，这是钢铁侠。这有多高的这个？比我高，你看。帅。
你知道我喜欢钢铁侠是因为钢铁侠就是最后一集他不是已经没了吗？嗯，我觉得放在家里是一个纪念。哎，你真的货是真是不错。你看这集，卡卡罗特，这都在哪弄的呢？买的呀，看，摩尔波，卡卡罗特，上面的那个是啥呢？上面那个异形吗？这两个吗？这是龙，游戏王的龙啊。特别就最厉害的那两个龙，后面是圣斗士吗？没错。你太强了耶！我先给你看我老婆们。嗨，好久不见。你看，漂不漂亮？这是我老婆林，给大家介绍一下。哎，我每天朝夕相处，特别幸福。太漂亮了，真的。我每次看他们，我就，哎，好希望我女朋友们跟他们长得一模一样。我好希望我女朋友们跟他们长得一模一样。你女朋友在哪呢？怎么在那里面？都在里面呢。嗯、反正我女朋友跟他们，反正哎，我女朋友，吓死我了，吓死我，吓死我，吓死我了，完了完了。哎呀，这一面。我说那游戏就那个玩具展跟你家差不多，就这个感觉。我涛可以啊，我涛。哎，低调一点。不是，如果你要不问我的话，我也不会说是啊，我没事去看这些东西，对不对？喝水吗？来一杯，来啊，给喝吧。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你在家都干嘛呀？我在家，我刚跟我妈运动完。在家里运动吗？嗯。出汗了。我今天的主题就是我刚才运动的不过瘾，准备拉着一个我的特级教练跟我一起练一下。我涛，我们在哪儿呢？你啊？特级教练是我吗？那就走起好不好？练什么样的？可以啊，了，走起。哎，我们练那个嘛，练那个就是那个平板支撑的那个。你知道那个吗？哦，我知道，就是那个用手撑起来然后再下来的那种。对对对对 对。来吧，我准备好了，你把 Kitty 放地上。干嘛？帮我拍一下。训练？不是，就我做那个俯卧撑。俯卧撑你不换件衣服啊？不用。不是，你别这么盘腿，你快。他说阿姨平时跟你说话都是这么温柔吗？我们这样，我们俩就做到谁先趴为止，好不好？看坐到谁先趴下来。对，你确定吗？咋的啊？来，可以来。你是认真的是吧？现在我认真了，我天天运动的人。我也认真了，我也运动起来了。准备好了吗？我可穿着运动服。无所谓，那就来啊。重要的是身体，明白吗？来啊。如果这样，如果你要是输了的话，你就给我一个你的玩具，好不好？那可以，没问题。如果你要是赢了的话，就送一个玩具给我，好不好？我输了，我给你一个玩具。我赢了，我也给你一个玩具。我不就你那么老多呢？好，可以，来，准备来了。啊，这个这么对不对？我才刚刚开始啊！你是不是快不行了吧？我没事的，我才刚开始，我才是热身啊！这个时候，我已经感觉到累了，你应该已经差不多了。不可能！你已经少做几个了。我是每天都要运动的人。你是不是不行了？我没事，我怎么可能有事呢？你怎么这么厉害？那必须的。你这个腿是等会儿、啊，你怎么坐呢？你这个腿跪地上坐的？没有，我刚跪的。我没事，我怎么可能有事呢？ KO。
是？哎，这个比想象中的累啊。你是不是把腿跪在地上坐的？我们不纠结这些了，好不好？他行，不纠结，不纠结。今天的健身就先到这里，好吧？谢谢我桃儿，带我参观了一下你们。我给你。我说实话，你的玩具真不错，我真的，我惊了，我真是觉得不错。行了，休息休息吧。我刚才真是，我还硬撑。来了，呜呼，妈妈。开始了，快过来，先生好啊。对，消毒，来，你这样你喷一下，喷在这个纸上。好，就抹是吧？对啊。那个酒精不能，对，现在酒精不能大面积喷洒消毒，对，只能就是他们说是擦拭比喷洒效果更好。对。然后如果是喷洒的话，有可能会有安全隐患，所以就是那个擦拭比较好一点。好。打个招呼。Hello。呜呼。来。哎，欢迎欢迎，来进来吧。进来进来。来，你看了节目没有？看了。看了吗？看了。好不好看？好看。好看啊。嗯。哎，为什么你叫小燕子呀？小燕子还是在几年前不？还是那个快乐大本营的那个。欢迎各位来到我们今晚的武艺交流大会，南派广场舞代表。长沙周阿姨，江湖人称长沙小燕子；北派广场舞代表，江湖人称东北甄嬛。就是这样的，这个小燕子的名字就。哦，就是你是南方的《还珠格格》小燕子，对。然后海涛是那个他妈妈，就是北方的《甄嬛传》的甄嬛，然后就是南北 PK， 南北 PK， 对吧？然后你知道你上热搜了吗？哦，还是你发的那个信息，我也不看那个。我也是导演告诉我的，说哎呀，快看啊，维嘉妈妈上热搜了。我从来不看这个东西。快点，你要感谢一下广大的网友们。啊，感谢广大的网友啊，谢谢你们抬举我。抬举你是吧？是的，是抬举我。就是说那个，谢谢大家关注我。关注我啊！对。哎，你看到网友们那些评论没有？我没看到嘞。啊，我不关心这些事情。对呀、啊，不知道怎么用是吧？啊，我不知道怎么用。我给你念几条呗，他们还是挺喜欢你的。真的。嗯。那就谢谢网友。对呀、啊。然后你看，因为你不是采访了他们最喜欢的那个追剧的两位剧的那两位那个主角吗？啊。就是宋威龙和宋茜。宋茜两个。哎，你再念一遍宋威龙的名字。宋美人，宋美人。宋威龙，宋威龙，妈妈，你这普通话要再加强一点。我是、那个、这个节目还要录好几期的呢。我就是那个常说熟的普通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小燕子说普通话。哎，我念几号啊？维嘉帮妈妈谋福利，在家视频连线，宋威龙。然后大家都觉得好经典的，大家都认为屏幕上是一对，荧幕上是一对，应该私底下也是一对。嗯，但是事实上是一对。不是啦，人家是姐姐跟弟弟好朋友的关系。对，那这个你看现在你也就是这么多人关注你，你这普通话还是要抓紧时间训练一下。那可能学不会了嘞，年轻的教你几个嘛，你教噻。牛奶奶喝牛奶，牛奶奶喝牛奶。牛奶奶喝牛奶，牛奶奶奶奶啊牛，你都被我带进去了，牛奶奶。刘奶奶，对，就是刘姥姥进大观园啊。刘奶奶，刘奶奶喝牛奶，喝牛奶奶，我就是刘姥姥喝牛。那这样好不好？因为我呢，可以跟你教你一下普通话，但多数时间呢是得靠你自学。哇，可能是。啊，继续。你就跟着他说就好了。对着 iPhone 说。嗯Hey Siri， 请说。
Hey Siri， 发信息。Hey Siri， 发信息。最后请说。Hey Siri， 放点音乐。Hey Siri， 放点音乐。Hey Siri， 已就绪。Hey Siri， 已就绪。你可以。就可以了。比如说你的屏幕放在这儿，好，你就可以让他跟你完成很多事情。你比如说，你就叫他，你直接喊他。Siri， Siri。他没到我的脖子了。Hey Siri， Hey Siri。来。哎，来了 ，Siri。我在这。我想打个电话给我老公。我不知道你的丈夫是谁，实际上我也不知道你是谁，但你可以告诉我，在 Siri 设置中清点我的信息，然后从通讯录中选取你自己。你就存的爸爸什么名字？他给聊过。就因为存的是牛哥。牛哥。牛哥不是刘哥。你就要说 Hey Siri， 请你打电话给牛哥。你这样吧，还有好多我看网友还用那个 Siri 跟玩那个成语接龙。成语接龙啊？你可以吧？试一下吧。试一下吧。就比如说啊，阳光明媚，媚就要后面要接妹子开头的，妹妹妹妹都可以，没完没了也可以，你懂我的意思吗？好，试一下好不好？试一下。你就跟他好，你就说你觉得 Hey Siri， 我们玩成语接龙就可以了。Hey Siri， 在呢。我们玩一下那个成语接龙，搞一个最简单的啊。简单。没听懂是吧？怪我普通话不标准。我们玩一下成语接龙好不好？好，记得首尾相接的字可以同音不同调。我先来。负荆请罪，到你了。罪该万死。这个问题好像不算成语，换一个进来。负荆请罪，请继续。我换一个好不好？真有应得。重新来一个，他已经退出了。好，再来一个。怎么可能？Hey Siri， 我们去。Siri， 我在这。我们来一个那个成语接龙好不好？好，我先来。舍己为人，到你了。你可以说提示或跳过。跳过。跳的好像不是成语，再想一想是。跳。坑坑雨雨，坑坑不也好像不算成语，已经很接近正确答案了。再试一次吧。我们聊别的问题好不好？算了，喝个休息一下，喝口水。哎呀，这个西米，西米。Siri， 你还蛮有意思的，你跟我就是叫做对牛弹琴的。你还可以跟他学唱歌。我跟他学唱歌，不是那个歌手有一个那个叫做、你说跟歌手学唱歌啊？那个歌手叫做周深，他的歌唱得好好的。那个、我带的是花花哎，华晨宇哎，你怎么不支持华晨宇？哎呀，华晨宇唱歌也唱得好，但是太难唱了是吧？他的那个歌我唱不去。你觉得周深为什么你喜欢他嘞？他的歌唱得好哎，他唱起来跟那像仙女一样，像仙女一样。看你飞远去，看你离我去，原来你生来就属于。他的那个声音就是也适合女生唱，因为他声音特别高嘛，对，音域特别宽，对不对？对。那我连线他好不好？连线他，好不好？连线他，他现在做的也没事做，坐在家里。
都在家里没事做。等一下，年上他什么呢？周生。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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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不是生生。那个喊那个是生生。门头又喊我来了。那是孙，外孙的孙。孙孙。奶奶。Hello，Hello， 深深，大家好，新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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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本来说早就可以见面的，但是现在因为那个疫情的关系，我们录制一推再推啊。对，还是为了大家健康最重要。你在家干嘛呢？我在家就练歌，准备歌曲了，因为毕竟歌手。啊，在选歌什么的，练歌什么的，是吧？过年都没出去吧？假期？没有，这个情况就在家好好乖乖待着。好，哇，你这个发型也好乖呀、啊！我头发好长啊！哎，你有看我们那个新推出的节目吗？就是在家里面用那个像那个视频日记一样录的。有呀，歌手后面就播的就是对对对，你在干嘛？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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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然后那个今天我和我妈妈又在录这个节目呢，啊，是那天你的歌和我妈妈都上了热搜，你记得吗？你们热搜的两个主角要不要见面一下？要不要？真的吗？因为我之前在快乐大本营就看看小燕子的，是吧？看一下，等啊 ，Hello， 哎 ，Hello， 你好，哎，深深，深深深深深，我妈可喜欢听你唱歌了，你是听她哪个？大鱼，还有那个左手。子，不好意思，我妈妈湖南人，说话就是长沙话，就是。我就是长沙塑料普通话。纯粹的啊。纯粹的长沙塑料普通话。哎，深深好像也是。我是湖南的，我是湖南邵阳的。对呀、啊，他也是湖南人、哦、啊，对呀、啊。那我们都是老乡了。嗨，你姓周，我也姓周，我们都是家门。今天这样，你看。好难得有机会，我们这样可以直接联系到深深。啊、你想听他唱什么歌了？唱我喜欢的歌，我老歌好不好？唱那个、啊。你要点歌啊？我可以吗？唱那个就是那个敖包相会，好不好？敖包相会。这个老歌好听。我想想歌词。你唱一句试试看。我猜一句，就是十五的月亮，可以可以，身上十五的月亮，对对对对对，身上了天空呀，哇，哎呀，好高啊！还有那个九九一人天啊啊，这个九九那个艳阳天哪哟，十八岁的哥哥正在那边，东风那个吹呀、啊、风车转哟，小哥哥为什么呀不开眼，还可以吗？好不好听？好听，仙嗓是不是？是，对对对对对呀、啊啊！今天这样，你男的你也喜欢唱歌吗？深深教你唱歌。你教我唱一下，但是我不知道唱的能唱得出不？哎，最近那个不是很火吗？在那个微博上看到那个，就是有些医院也在用那个歌跳广场舞，那个叫什么？萨日朗，对对对，红红的萨日朗是吧？草原最美的花，红的萨日朗，一梦到天涯遍地是花香，
流浪的人啊，就是真的的的的的的，你会一点是吗？我不知道，我跟着你们唱。这样，你跟再让你跟老师，你先叫一声深深老师。深深老师，请教了，请教了，请教了啊！深深老师可以上课了，我现在都不是流行网上上课吗？老师变主播了。好，我们开始我们的第一堂课，我们开始唱了哦。草原最美的花，草原最美的花，火红的萨日朗，一梦到天涯，遍地是花香。我唱这么多，再来再去，我唱不进来。那重来一下，草原最美的花，草原最美的花。火红的萨日朗，狠狠的萨日朗，一梦到天涯，一梦的天涯，遍地是花香，遍地是花香，流浪的人儿啊，流浪的人儿啊，心上有了他，天上有了他，千里万里也会回头望，千里万里也会回头望。哎呀，我唱歌不行，我唱歌不行。可以可以，你跟深深老师一起唱一遍了，预备起。草原最美的花，火红的萨日朗，一梦到天涯，遍地是花香。流浪的人儿啊，心上有了他，千里万里也会回头望。哇，不行了，我唱歌不行，我五音不全。你唱我跳好不好？深深唱，然后你跳好不好？可以吧？可以，可以吗？好好好好，你唱我就跳啊！好，好了，准备好了。三二一，走！草原最美的花，红红的萨日朗，一梦到天涯，遍地是花香。哎呦，吓死了，吓死了，吓死了！真的是，让你先下了。你这个老师，你这个学生，你不要说我这个学生太笨了。谢谢老师，你这次是一定会成为歌王啊！我给你打气，加油！你别忘了我是华晨宇的音乐合伙人，华晨宇。那我管的那个，你是周吧？我大家是为副周教你的啊，是吧？刚打加油啊！大家都加油，是吧？啊，大哥，大哥王，一定大哥王，加油，加油，加油！好，谢谢谢谢燕子姐，吓得我脸都红了，太吓人了。哎，你知道我为什么就是？做节目也开心，有这个这样的妈妈真是真是宝贝。好好的，拜拜燕子姐，拜拜嫁过燕子姐。那怎么了，我儿子同辈了，做人好难啊。嫁个燕子阿姨。燕子阿姨。对。多多注意哦，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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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了，那今天录完了，这个快递出去了啊。好好好，来，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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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唱一句嘛？唱什么？草原最美，草原最美的花，火红的萨日朗。草原最美的花，火红的萨日朗。流浪的人儿啊，心上有了他，千里万里也会
会回头望。草原最美的花，火红的萨日朗，火一样热烈，火一样奔放。痴情的人儿啊，心上有了他，有种幸福叫地久天长。欢迎来我家。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家，现在又是我陪伴大家的时间了啊。节目组呢就是跟我说，希望我能够拿出一些诚意来做一些就是只能在家里做的事情。我想了很久啊，就是因为我不是也参加一些真人秀嘛，所以什么做饭呀、洗衣服啊什么都做过了，但有一件事情确实没做过，那就是刮胡子。所以我今天决定在节目里面刮胡子。我来了。你们有没有注意，就是刮胡子的时候啊，你就是一定要这样，但是很多女孩子她们在涂睫毛膏的时候，她也会下意识这样，不信你试一下看。好，分割线。上一次呢在节目当中大家有很多很有意思的议论啊。首先第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焦点的问题，就是到底就是投喂我的给我送饭的邻居是谁呢？首先要说的是，因为我这是在长沙的家，所以呢不是马东老师啊，他当然也不是黄老师啊，这就是我真实的是我的一个好邻居，然后呢非常的照顾我。还有呢就是大家说那个，我有一个做金融的朋友说我的那个超级泡面小圆饼卖3块钱一个亏了。我算了一笔账啊，是这样的，方便面呢是2.8块一个，火腿肠呢是5块钱一根，我用了半根，所以呢成本是2.5块。鸡蛋呢是1.5块一个，我用了4个，所以呢是6块钱。所以呢我这个超级泡面小圆饼的成本呢是11.3块。那么因为我是炸了2个，我说3块钱一个呢，所以大家算的就是5.65块一个，如果卖5块钱都是亏的。但是请注意，我并没有在镜头里面炸完。我那个料啊是可以炸4个的，至少是4个。这样呢算起来呢，11.3块的成本，如果是按4个的话，每个是2.8块，所以我卖3块钱，我还赚2毛。我是会做生意的人啊。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洛洛，我在这里要特别声明一下，和洛洛呢并不是我的儿子，他也不是我的侄儿，和洛洛他本人是姓徐的，所以他只是我的一个好弟弟啊。当然我也非常非常喜欢他，希望有机会我们这个泡面组合再战江湖。自从上次这个泡面大获成功之后呢，我现在在厨艺方面是非常的有信心的。我个人是有点飘了，那么我决定挑战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有难度的一个料理，就是蛋糕。你没有听错，我要做蛋糕。现在就请随我一步到我们房间的另外一个主场景，我的厨房。 Come on， 当当，又来到了让大家印象非常深刻的我的小天地，我的厨房。上一次我的超级泡面小圆饼呢可以说是大受欢迎，对于在网络上做出那些非常成功的超级泡面小圆饼的朋友，我想对你们说一句，不用谢，这是我应该教的。那么对于那些做失败了的朋友，然后比如说烤糊啦，或者说不好吃啊，或者弄咸啦，那些朋友我只能说连我都不如，你们是最棒的，加油，下次一定会好的，我都能做成你也能做成。好了，今天呢我们要做的这个小蛋糕呢，要准备的东西呢其实不多啊。我们家呢没有烤箱，所以呢我今天要给大家示范的就是一个不用烤然后用蒸就可以蒸出来的非常好吃的超级甜酸小蛋糕。其实过程非常简单，首先呢你要有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容器，什么形状的都可以啊。然后呢就拿两个蛋，我们算过一个蛋是多少钱一个，1.50块，所以两个蛋呢就是3块。好了，不要算钱了。好，倒一点酸奶。好，适量就行。接下来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呢，
就是倒一些面粉进去。哎，画面里没有我是不是？等一下，我先弄一下这个面粉，马上回来。就是我刚刚勺了一勺这个面粉，我倒进去，我觉得少，我再弄点啊。这个量啊是靠天分的啊。盐，一点就好了，不要多，就这么一丁点好吧？因为它不是为了让它有味道，它其实只是教程上说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加糖，一定要加糖，因为有些朋友不太爱吃酸，所以呢加一点点糖。有些人说啊，酸奶加上蛋糕之后它会有点腥，所以呢建议加一点柠檬汁，但是我家是没有柠檬的。嗯，我就想了一下，我找到了一个橙子，我觉得应该差不多吧。料理这件事情呢，就是你要有一些自己的创意在里面就好了。好，挤一点这个橙子汁在里边。嗯，好甜啊。接下来就拿出你家的筷子，当然了，如果你们家里有那种高级的，就用搅拌的那个东东也可以啊。好的，搅拌。哎，我不骗你，已经有那个蛋糕的香味了，就差不多搅成这个样子就好了。然后你找一个你喜欢的大小的容器，放一点点葡萄干，一点点蔓越莓，铺在这个底下，看得到啊。然后接下来呢，你就很小心的倒一层这个进去。倒下去之后，有个很重要的工作，哎呦呦，哎，哦好，就是蹬几下，让它紧实点，三下就行。如果你喜欢的话呢，你就再加一点葡萄干、蔓越莓。喜欢什么你就撒什么吧，我比较喜欢葡萄干，来点葡萄干。我个人觉得会非常的成功，因为哎呦，忘了垫这个纸，差点碗都给我蹬碎了。忘了垫这个布，盖上一层保鲜纸，包好它，在这个保鲜纸上扎几个洞。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小蛋糕需要呼吸。好，接下来呢，就在这个你的锅里面加上水，然后就把这个放到你的蒸锅里面。哦，对了，你这个锅里面要有一个这个啊，你肯定会吧？就是你蒸东西的时候，你不能直接放到这个锅里边。你可能觉得我的提醒很多余，但是我原来是真的不知道，所以就是说细一点比较好。盖上盖，蒸大概15分钟左右，20分钟吧。如果这个时候你觉得有点无聊，你就看一点书，或者去泡一个别的什么喝的，然后或者呢，你就把刚才用过的这个一些餐具啊什么的稍微收拾一下。我现在呢给自己泡了一个咖啡，然后呢我想我可以把刚才那半个橙子吃了。你紧张吗？你对于我的这个成果好奇吗？一分钟好不好？再一分钟我就给你看。好，成功了。这个咖啡我要留着，待会儿那个吃 cake 的时候，吃蛋糕的时候待会儿。OK 了，关火。见证奇迹的时刻。你家有这种专门的东西吗？专门的东西有吗？
好吧，我这也是临时。我就不在这里吃了，我到那种就是布置一个很舒服的那种感觉，然后再来吃给大家看好吗？等我一下啊，我们现在去客厅。来了，尝一块啊。哇，这个质感，你看这 Q 弹，这 Q 弹。我很老实的，好吃就说好吃，不好吃我就说不好吃啊。我太有才华了，这也太好吃了吧，真的好好吃啊，特别好吃，真的太好吃了，我就不定价了，朋友们，不定价了，因为在我心中，我觉得成功了就是无价之宝。最棒的地方就是制作非常非常非常的简单，你一定可以的。吃好了，我现在要做一件事情，你看我还有一个这个，厉不厉害？我要跟我的好朋友来连线，据我所知，他人就是在湖北的，我们来跟他连线一下。珊珊 ，Hello Hello， 你好啊，我在湖北呢。所以你是过年的时候回去的是吧？过年前就回去了吗？对，我过年前差不多1月20号回来的，然后呢，当时从上海回来回襄阳已经没有直飞的飞机了，然后我当时就从上海飞武汉，然后再从武汉坐高铁回襄阳。哦，你进了武汉了。对，所以你知道我回来当时心里特别特别的后怕，真的特别害怕。然后当时还好，就是我在那之前我不是看了一些新闻嘛，我看了一些新闻，我觉得可能会有点严重，所以我在武汉坐火车的时候我一直戴口罩没有摘过。哦，厉害厉害，这个好。然后到大年初一的时候吧，因为我公司的人他们就觉得，哎呀，襄阳是不是要封城了，因为我后面2月份本来还有工作，他们就想让我赶紧先回北京。我爸说如果说我就是特别迫切的要走，他就决定就是开车送我到南阳，就是河南那边去，那边还有航班。然后我爸就开着车到了高速口，好多那种穿着就是非常专业的那种隔离服的人，防护服，对，然后就很多人全在那个高速口那儿。我当时看到那个，我当时就觉得啊，心里特别难受，我说算了，我不走了。就是那个时候就觉得真的很严重，然后如果说我走了的话，我就不知道，就是我爸妈在家，我可能一个人在北京还会担心他们，因为毕竟是在湖北嘛，这边比较严重。然后我就一直在家20多天，也不允许他们下楼，这样我还比较放心，所以现在大家都还平平安安的。做得对，做得对，因为其实如果你自己回到北京之后，其实你也还是要在家自己隔离一段时间，对吧？对，你说我过年我要自己回北京，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吃饭了。对，这个问题很现实。对啊，就没有东西可以吃，然后北京家里都是空的。我现在在家里，我就觉得我妈每天还能给我做一些菜吃，我就觉得很幸福还。爸爸妈妈都好吗？状态什么的？嗯，都还挺好的，就是特别是我妈在过年之前囤了一堆年货，这年货就在我头顶上，是不是挺多的？然后因为20多天了嘛，青菜有点断尽粮绝了。然后我们家楼下挺逗的，开了一个小卖部，就是闭门营业。那怎么营业呢？就是你在外面喊，你说我要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他就给你装好袋子，放到门口，再放一个二维码，你就自己在那儿取货，扫二维码付款。这是个小机灵呢。急中生智。所以你今天也会给我们拍一个那个视频，是不是？看看你在家都干嘛，是吗？对，我家里，我每次在家特别忙。那我今天想交给你一个特别那个艰巨的任务，我想今天我们整集节目就在你的那个视频里面收尾，好不好？好啊。因为我觉得特别珍贵的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个真实的在湖北度过春节的我们的一个朋友，然后你的整个的状态其实也能够给我们很多的力量和那个鼓舞。好啊好啊好啊。好吗？那问家里人好咯。好
好，谢谢何老师。后面的时间就交给你了，由你来陪伴大家，好不好？好的，拜拜。拜拜。好了，我现在准备出门了，然后我戴了口罩，戴了口罩，戴了帽子，因为家里没有护目镜，所以我戴了一个眼镜，能稍微防护一下。然后我现在就走。然后我现在按这个电梯啊，现在有一个小妙招，就是用这支笔，把这个笔帽呢这样打开，然后按一，关上，然后再把它盖上。然后现在下来了，就是院子里面就是空无一人，你看。然后我们小区就是有一家小店，就是可以卖东西，但是也只能买一些蔬菜和水果。老板，给我拿点鸡蛋。鸡蛋，然后有什么青菜呀？青菜有上海芹，有土青菜，还有紫菜，还小白菜，大白菜。要个大白菜，然后莴笋，再拿点红萝卜，然后紫菜苔。然后现在里面的阿姨就在给我准备东西，然后我就在街边等，等她一会儿出来。然后卖货的阿姨就会把这些我要的东西放在这个电动车上，然后这是扫码付款。你看，就买了这么多的青菜，现在我就要回家啦。我们家现在就是回到家了之后就在门口，然后就把鞋脱在门口不放回去，然后拿这个衣服的熨烫机，因为它是非常非常的高温很烫，然后拿它来给外套稍微这样过一下，消一次毒。然后我现在就进去洗了手。这段时间呢，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都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么身为我是一个湖北人，好像离这一切又更近了一些。最不容易的应该就是在一线的医护人员。在后方的我们能做一些什么呢？我想就是我们要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锻炼，增强自己的免疫力，然后照顾好自己，照顾好家人，不要再添乱。如果在将来回想起这一段，应该是非常非常难忘的一段时光，因为很难得可以在家休息这么久，陪伴父母。啊，胡，你走步呢？嗯，你现在一天能走多少步呀？能走7000。和我的三只小可爱、三只小狗在一起，其实对于我来说是非常难得的一段时光。那么，也希望大家都是平平安安的，照顾好你们的家人。等疫情过去了之后呢，我们再出去玩，然后再好好工作，好好奋斗。嘿，你在干嘛呢？待会儿见。嘿，你在干嘛呢？现在继续。我从噩梦中醒来，与你默默面对。我们作为人民之一，义不容辞。我要去什么？